前菜的话就是开胃，双果卷番茄慕斯。对，我借鉴了贵州地摊的一个小吃，果卷皮呢是我在它的基础下，然后稍微改了一下，很薄很薄的米皮。贵州的做法的话，会是有一些辣酱啊，卷一点各式各样的蔬菜啊，我就是融入了西餐的东西，当地的芒果啊、牛骨啊、鱼露啊、虾米啊、椰糖啊，泰式的方式拌一下，卷在那个制作的果卷皮。慕斯的话，我是用了番茄过滤，只要它的汁、红酒、醋、橄榄油打成了一个慕斯。这个慕斯呢，它是酸酸甜甜，配合这个辣的卷，在整个菜的最顶上，很清新，非常适合夏天。它的甜的话是这个番茄自带的，因为是酸开胃，卷里面有辣，香的话就是虾米、牛果的糯、芒果香甜吧。前菜的话就是开胃，让它能接下来继续享用你下一道菜。